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第七轮的赛事。今日的辩题是现今香港中学对学生实施法禁不合时宜。对赛双方为正方德兰中学。反方保血会上智英文书院。现在等我介绍双方辩员，正方开辩杨可怡。第一副辩陈思敏。第二副辩刘思琪。结辩梁欣欣。反方开辩张慧嘉。第一副辩王义礼。第二副辩龙子欣。结辩仇洛斯。我哋好高兴请到三位嘅评判为今场嘅赛事评分，佢哋分别为汇资中学辩论队负责老师李正权老师、中大粤语辩论队前队员何文敏女士，同埋最后一位就是我保良局赛计有学校中文辩论队助教朱家活先生。好，本场的比赛分主辩、台上发问、一副、二副、台下发问和结辩六个环节，发言时间是4:33。反方主辩发言之后，双方各有一次台上发问的机会。台上发问完成之后，由正方一副接续发言。等反方二副完成发言之后，会进行台下发问环节。双方各有两次台下发问的机会，并且可以由同一辩员完成。台下发问完成之后，会进入结辩的环节。除了台上发问和台下发问环节之外，每次的发言时间结束前30秒会有一叮提示，叮。够钟就会有两叮的提示，叮叮，超时15秒就会连叮数下，叮叮叮叮叮。由于网赛的关系，在叮的同时我会举起手势，第一叮就是一下，第二叮就是两只手指，第三叮之后咧连叮数下就会举起5只手指示意。咁由于是网赛关系，大家都要有责任去留意屏幕作出的提示，咁除非主席是冇叮到同埋冇举出手嘅手指作为示意嘅，请问有冇问题？详细赛规已经发布咗俾各参与赛嘅学校，如果冇问题嘅话，而家就先请正方嘅主辩发言。你有4分钟嘅时间，如果准备好，请讲可以。试麦试麦，想问系咪听到？听得清楚。可以。叮叮。主席、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今日辩题系现今香港中学对学生实施法禁不合时宜。点解要强调多次呢？因为今日讨论嘅其实唔系中学应否全面取消法禁，唔系是否利多于弊，而是是否不合时宜。而事实上法禁不合时宜并不代表一定要间间学校都即刻取消，原因有二：一是时宜的真正定义，二是措施的衡量因素。原因一，时宜的定义，汉典以及国语词典都将时宜解为当时的需要或趋势，所以今日虽然难免会涉及利弊推演，但是时宜本身是指时代趋势。原因二是推行措施的衡量因素，今日辩题责任在于判断法禁合时宜定不合时宜，顺应时势定是逆时势而遇挑战，这一个结论会在法例和教育局都没有要求的情况下，各间学校考虑是否实施法禁时考虑的种种因素之一，例如天主教传统女校以传统教义为办学宗旨，修女极有威严，所以没有学生会挑战，
於是選擇不合時宜但合乎辦學宗旨的罰金，甚至乎因為擔心學生誤解、學生家長誤解投訴而保持罰金都合情合理，但是不合時宜。當然罰金不合時宜，所以現今中學對於罰金都漸漸放寬。黃福南林同學質疑罰金之後，22至23學年其實都有不同學校放寬罰金，例如是播道書院。至於不同學校是直接 取消全部罰金、取消部分罰金，定逐步放寬罰刑罰式限制，都同樣基於罰金不合時宜這一個事實。而罰金為何不合時宜呢？基於以下兩個原因。第一，道德上沒有理據，學校作為教導學生的地方，建立校規應該基於道德根據、普世價值等等，可以有合理的解釋。甚至香港教育局發出的學校行政手冊之中亦列明校規必須要清楚合理，但是現今罰禁規定都沒有合理解釋，就好像有科沒辦法論證染了頭髮之後如何傷害到別人呢？男仔長頭髮的時候又如何影響學習呢？另外就師生而言，在學生不可以染髮的時候為何老師可以呢？學生留海不可以過眉，但是為何老師又可以呢？有方是否認為老師是特別例子，所以不需要去做一個榜樣呢？而在合理的情況之下，我們理應是擁有對自己頭髮的控制權，而並非接受沒有合理解釋的校規。二、執行上不公平。現今社會追求公平、平等，以前男尊女卑的思想放在現在會知道是不公，我們知道需要平等。而在香港這個中西合璧的地方，有很多不同的學校，例如是國際學校、佛教、天主教學校等等，但是每一間學校的罰禁規定都不一樣。國際學校例如是啟思、耀中等等，男仔可以留長頭髮。瑪利諾修院學校和我們同為天主教學校，但是不同的是他們頭髮過膊頭反而不用扎起。相反，現時都仍有部分學校存有罰禁，正正就是將不同要求加在不同人身上，在當今追求平等的香港是不合時宜、不公平。最後想問翻友方同學，在你眼中染髮電髮是不是必然不是一個好學生呢？如果是的話，那啟思、耀中這些國際學校校規是不是全部都應該重製呢？如果不是的話，為什麼要遵守一條沒有合理根據的校規呢？多謝各位。正方主辩发言时间为3分50秒，无超时，无需扣分。跟住是反方的主辩，你有4分钟的时间，如果准备好，请讲可以。请问请问听清楚，可能要大声少少，因为戴住口罩有少听得不很清楚。请问请问听清清楚，清楚可以叮。在座各位大家好，听友方主辩发言，我发现友方其实觉得罚禁是应该什么都取消了，其实友方都知道罰禁是包含了對頭部的限制，但就覺得這些是不符合道德理據，所以就覺得髮色、頭髮長短、對飾物這些的規管都應該要取消。但以上種種是不是全部都不合時宜呢？我方見到的是現今香港社會仍然有很多主流的意見是覺得學生應該要樸素、要儀容端正，因此規限髮色、頭髮色等等這些仍然是合時宜的。至於性別定型方面，我方都同意是對，但是今天講的髮禁不是男生可不可以留長頭髮那麼簡單，正如有方所指，所以其實因此其中一項規則不合時宜的話，都不代表辯題成立。有方需要論證整個法禁的每項規則都不合時宜。今時今日，世界越來越開放，然而在香港雖然好像越來越進步，但仍然會有約定俗成的規矩。香港的中學都一樣，希望學生可以用一個簡單樸素的表上學，所以會規範學生穿校服，不讓學生戴誇張的首飾等等。因此要衡量辩题，就要看香港的社会风气和教育制度下罚禁是否真的不合时宜。我方反对辩题原因有二：一、尚未达成共识，罚禁仍合时宜；
要衡量一件事合时宜与否，要睇社会嘅风气同主流声音。教育界立法会议员朱国强指出，改校规并非难事，但重要嘅系达成社会共识，要学校以至于社会各界都觉得合情合理。然而，香港虽然逐渐趋向多元社会发展，但社会风气尚未完全开放，对于非主流嘅仪容发型仍然保持较保守嘅态度。五年自建工为例，大家想留低好印象，普遍都会先整理仪容头发，以较主流嘅发型发式面试，唔会以标奇立异或者夸张嘅发式示人。可见其实社会系有既定规则，尚未完全开放。而作为学生，社会大众就更加觉得应该要以简单正常嘅仪容示人。香港浸会医院前院长李金刚表示，学校应该尊重学生有自己嘅爱好，但学生要有学生应该有嘅仪容啊。可见在现今香港社会的氛围底下，大家都不希望亦未接受到中学生的标奇立异，因此学生实施法禁迎合时宜。二，学生应以朴素为主，不应标奇立异。作为办学团体，每间学校都会有自己的办学理念，而在香港大部分中学都希望培育学生纯朴简单的品格，因此会设立不同的规矩，规管学生维持简单自然的外表，维持纯朴校风。英皇书院陈胡美好校长表示，学校致力栽培学生纪律严明，希望他们成全学校纯朴简单的核心价值，因此学校会用校规规管学生以维持纪律，例如以法禁规管发言发式，帮助学生遵守仪表上的规矩。正如东华三院张明谦中学训导组都指出，要更注重學生校服儀容朴素，希望令他們變得端莊朴實。因此，不同的中學都希望規管學生儀容端正，培訓學生純朴簡單的品格，符合學校辦學理念。再者，學校是學習的地方，因此不論是老師亦或是校長，都會留一個正常的髮型，保持純實的髮色。同樣地，學生作為一間學校的代表，儀容正正是給人的第一印象，最反映到一間學校的校風，所以學生更應該保留他們最自然的髮色，被標奇立異。因此，作為一個香港的中學生，在社會及學校的環境底下，應該以法禁規管髮型，以保持整潔朴素的儀容，維持應有形象。最後想問友科，若然法禁不合時宜，友科是否覺得社會能夠接受的时候会有各类夸张的发色和发型呢？多谢各位。反方主辩发言时间为4分05秒，无超时无需扣分。跟着是台上发问的环节，先由正方台上任何一位辩员向反方主辩提问，发问时间1分钟，反方主辩准备1分钟，回答1分钟。所有时间结束前15秒会有一丁的提示，之后会由反方台上任何一位辩员向正方主辩提问，发言时间同上。双方都向 对方提问一次和回答一次之后，就会回到正方一副的环节。请问双方有没有问题？请评判注意填写台上发问分数的时候留意填写次序。在反方的分子，第一格依发言次序是回答的分数，第二格才是发问的分数。现在又请正方自由派出一位辩员在台上发问。试麦，试麦，听得清不清楚？听得清楚，准备有声音可以。可以。丁。再打好，根据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在2021年青少年与性研究的报告中指出，中一至中六学生入边，分别有2%和4%，即系3600个学生和6900个男学生和女学生，分别表明自己性别认同和原生性格不同。所以今日有方同学，你系咪要以合时宜的理由拒绝一共9600个学生，又需要违反法禁先可以表达自己性别认同的中学生，漠视呢9600个中学生的需要咧？请有方正面。多谢各位，准备时间开始。定。
丁。丁丁，准备时间结束，请主辩答辩。你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好请讲可以。可以。丁，在座各位大家好，今天有分同我哋讲话，有两班先和四班先的同学分别讲一个佢发禁系影响到佢嘅性别认同啦。但我方都同左方主辩都同咗你讲啦，我哋系觉得性别认同系唔好，但系今日我哋要讲嘅系成个发禁，包括大概啲染发、烫发同埋夸张发型等等嘛。今日你见到，如果你隔篱位突然间染咗个彩虹色嘅发型，或者喷到发胶将个头竖起晒咁样，你又觉得咁样系咪一个合适嘅做法呢？多谢各位。而家请反方自由派出一位辩员在台上发问，准备好请讲可以。小麦，小麦，请问听得清唔清楚？听到。可以。丁。在座各位大家好，有方主辩咧对不合时嘅定义咧系要睇当时嘅社会趋势，所以咧就话咧我哋要追求呢啲普世价值，但系今日普世价值又系咪真系香港追求紧嘢咧？咁不合时咧系有大部分人咧都反对呢条规矩，即系不合时，所以咧以前讲扎脚好多人反对，我哋会话扎脚不合时，甚至咧讲翻法禁，如果咧解除法禁都系因为有十万人联署上街抗议等等，而今日香港嘅情况系社会仍然未有共识，认为法禁系错，仍然咧有约定俗成嘅规矩，点解学生染头发，所以依然会觉得呢个学生系咪学坏咗？所以咧有方讲到社会好开放，所以咧加出实际数字或者例子，证明咧社会系咪真系咁样认为？如果只有少部分人就反对法禁就等于不合时嘅话，咁今日都有人反对校规，校规又系咪不合时咧？多谢各位。准备时间开始，丁。丁丁，准备时间结束，现在有请正方主辩答辩，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准备好请讲可以。试麦试麦，想问一下是不是听得清楚？可能要大声一点。试麦试麦，听得清楚。可以，丁。今日有方同学咧口口声声同我哋讲话咧要保障性别认同患者，所以佢今日咧就唔设立法禁啊。但系其实你已经带头歧视咗佢哋啦。但系其次，今日有方同学咧同我哋讲系咪连校规都要取消咧？但系现实嘅系校规有合理性，所以会叫喺学校唔准食烟。但系今日有方同学你净系要答我点解男仔唔可以长头发？你其实你都冇办法论证噶。咁呢啲系咪真系一个合理嘅校规咧？香港現在追求的是合理、合理性、平等、公平，但是這些是不是這些才是香港所追求的東西，而不是追求大部分認同、大部分人認同是的，就所以就應該要做。多謝各位。台上發問環節結束，現在輪到正方第一副辯，你有三分鐘的時間，準備好請講可以。
试麦试麦，请问听唔听得清楚？听得清楚。准备好。叮。主席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其实有关一主辩咧好简单，就系同我哋讲咩咧？原来社会咧冇共识，所以咧而家嘅法禁咧就不合时啦。有方冇论证，点解社会咧理论证紧嘅咧只系社会未能够接受，但系咪就代表住法禁合时宜咧？就正如你所讲嘅。扎腳或者同性戀等等，其實社會咧都覺得咧，其實好多人咧都未接受到噶。但係咪就代表呢啲係合時係不合係合時嘅咧？所以今日再講啦，有方咧講咧，無非係一樣，就係、是、社會未有共識。第二咧就係、是、會標旗立意，但有方標旗立意咧，即係講緊取消法禁後嘅弊處，而並非因為現今社會下嘅趨勢。但有方你所講嘅標旗立意會有誇張嘅頭飾，到底有啲咩問題咧？我方台上咧都問過啦，到底男或者留长头发，甚至你所讲的染发到底是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影响，又是否会对社会造成伤害呢？再讲了，你这些讲的情况又是否普遍的情况呢？所以我们今时今日讲求的是追求合理公平，是男女平权，是有清晰的标准，有合理的原因。有方讲的原因是什么呢？破数，讲足全场就是要破数。但你所讲的不破数是真的怎么样呢？是不是真的代表玛利诺修院的学校，甚至是启思中学的学生呢，可以不用扎辫回学校都叫做是不破数？因为我们需要扎辫，我们这些才叫做破数呢？所以有方根本标准就不清晰。所以再讲，我们今天讲男尊女卑的思想不合时宜，但我们不会批判它是错，甚至不会立法禁止。因为确实过往是真的会过往古代的时候是真的会有男尊女卑是会被认同被接纳，只是现今社会上我们讨论的是平权，是男女平等，因此这种的思想渐渐不适用，不合时宜。所以我们看回法禁，我帮主编都讲过了，我们论证的趋势现实情况是学校意识到法禁不合时宜而慢慢取消。我帮主编提及到播道，原来上年他是女仔可以电头发而男仔不可以，但今年他取消了。所以有方要论证的是这种是不是一个社会风气，这个是不是有方你所说你提出的社会风气，就是慢慢觉得法禁不合理而慢慢被取消咯。所以再说有方呢，我哋再睇翻實際嘅例子，原來有方今日咧高舉係咩咧？就係話我要保護一啲嘅認為咧，其實佢係認為咧呢啲性別定型嘅人士咧，其實係有需要被幫助嘅。但係佢哋講嘅例子係咩咧？原來係同我哋兜去講咧標旗立意嘅人。但我哋今日標旗立意嘅人，第一有方你要論證到底嘅普遍性由去到幾大？再者啦，我哋正正就係要教育會標旗立意嘅人，而唔係正如有方你所講嘅，係要解決呢個會呢個社會嘅當中咧會被標旗立意嘅人嘛。所以我哋今日咧台上都有問過有方啦，到底呢啲嘅普遍性去到咁大嘅時候，有方係咪要視而不見，不視佢哋嘅需要咧？多謝各位。正方第一副辩发言时间为3分03秒，无超时，无需扣分。而家轮到反方第一副辩，你有3分钟嘅时间，准备好请讲可以。试麦，试麦，听得清楚。可以。定。在各位打好，其實有一部環節咧，唔難發現有方犯咗以下嘅謬誤噶。首先先嚟睇有方嘅標準啦。其實今日有方同我哋講話咧，原來合時咧係定係需要睇咧而家社會上面嘅時勢。佢同我哋講話咩咧？原來其實而家社會係可以逐步去慢慢去解放啲法禁，我哋係可以定係部分法禁解除啊。即係其實有方立場都好模糊啊。其實有方咪都知道咯，因為點解我哋要定係取消部分法禁，咪正正係因為其他部分嘅法禁依然合時宜，依然有需要啦。但今天讲的法则是对发言上面的任何限制，所以今天有方依然保留着一条规定的时候都叫法禁，所以今天有方要跟我们说，是不是今天我们社会已经有共识，觉得学生不需要任何发言上面的限制，是不是学生可以随便染头发社会都会觉得没问题呢？我们可以由有方的两个论点拆解有方主先。有方第一个论点跟我们说什么呢？原来法禁就是跟道德是没有理据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原来有些法禁的时候，学生就会失去了自己对于发言的控制权。所以有方就跟我们说，是不是
有翻转同佢讲话，学生控制权就系最大啦。但我方唔明白嘅系，今日原来校规同我哋讲话咧，学生唔俾化妆，唔俾搽指甲油，唔俾戴一啲好夸张嘅耳环嘅时候，系咪都剥削咗学生呢啲对自己饰物嘅控制权咧？系咪呢啲喺有方立场底下，其实都唔应该做，应该俾学生更大嘅自由咧？甚至乎其实今日咧，有方系双重标准噶。有方搭台上嘅时候同我讲咩？原来校规咧系有啲合理性，所以可以保留。但我方唔明白嘅系，有方其实根本都知道啊，学生控制权系唔系大晒嘅时候，依然系要睇翻校规嘅合理性嘅时候。今日有方咪同，今日我方咪就同你讲啊，原来呢啲法咁咪正正有佢合理性存在，令到学生可以托数咯。今日再嚟睇有方嘅第二个论点啦，有方第二个论点同我哋讲话咧，原来做法咁咧系执行上面原来会有唔公平嘅情况，点解咧？原来因为可能马利诺修院啦、国际学校啦，佢哋系有唔同嘅法咁，佢哋可以留长头发嘅。但今日有方论证唔到嘅系，系咪全部学校都系根据佢哋呢啲法咁咧？今日原来讲紧唔同中学有唔同嘅办学理念啊嘛，今日可能马利诺修院佢希望带俾大家嘅印象就系希望佢哋系可以自由啲，或者系佢哋系长头发都系可以好女性化嘅时候。呢啲咪正正就係唔同學校佢哋可以訂立唔同嘅規則咯，甚至乎其實今日有方講到尾咧，正係同我哋講話性別定型嘅法噶嘛。但係我方唔明白嘅係，法噶唔係淨係得性別定型，唔係淨係得長短頭髮噶嘛。今日講緊嘅仲要係染頭髮啦，仲要係其他染頭髮啊嘛。咁所以係咪有方係社會有共識，覺得學生可以染到個頭彩虹色咁樣翻學，成到成啲頭髮全部豎起曬身咁樣，其實都係冇所謂嘅咧。所以我哋今日咧係可以睇翻社會上面自己嘅睇法啊，其實社會對呢特定場合或者係正經嘅場合有自己嘅一套規定，例如我哋去翻學、翻工、去見客，我哋要著正裝；去參加婚禮晚宴要著禮服，整靚個頭；去面試嘅時候，我哋唔會染到個頭五顏六色咁樣去，我哋要言行舉止大方得體。呢啲咪正正就係社會對呢正經場合嘅尊重咯。而今日對於學生翻學嚟講，亦都要簡單純樸先會有法咁嘅出現啊嘛。多謝各位。反方第一副辩发言时间为3分07秒，无超时无需扣分。而家轮到正方第二副辩发言，你有3分钟嘅时间，准备好请讲可以。可以。丁主席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嚟到二副嘅位置，想同大家讲下现实学校会出现嘅3种问题。有方话社会要达成共识，但达成共识根本好难。按照你嘅逻辑，社会上系咪所有未达成共识嘅人系咪乜都唔做呢？首先我以我校德兰为例，头发花圈颜色深绿色、深啡色、黑色。點解其他唔得咧？灰色、深藍色都係深色，點解校規淨係要規定呢3隻顏色咧？我哋學校疫情前當日有體育堂都唔俾學生著體育服，要求我哋帶體育服翻學校換。但究竟呢啲規例點解會產生咧？有方同學根本解釋唔到，因為其實連學校自己都冇辦法解釋，冇一個明確清晰嘅標準話俾我哋知唔得，話俾我哋知點解呢3隻顏色係唔樸素。重點呢3隻顏色係樸素，重點係反而會令到我哋產生威信難依機，唔信服，甚至產生反抗情緒。有方其實冇解釋到，你義父必須出嚟同我解釋，男仔點解唔可以留長頭髮，究竟有乜嘢問題？有方話咧，法禁咧有合理性，但其實有方咧完全冇解釋過點解係有合理性。合理到底嘅合理性喺邊度？有方其實承認咗咧，馬利諾修院呢啲日留長頭髮係唔公平，係你根本係冇論證過嘅。其实你都已经承认咗呢啲系唔公平嘅例子，有方其实全场一直同我哋讲话要樸素，要樸素，要樸素，唔可以标旗立异，但系点样为之系樸素呢？其次，校服而家就系有人对自己产生性别焦虑，觉得自己唔一定要着裙，男仔唔一定要着裤，而家系可以有两套，而系有两套校服可以自己选择，想着啲乜就着啲乜，唔系根据自己嘅性别去穿着自己嘅校服。而家21世紀嘅趋势就系追求公平，我哋唔应该用任何校服，我哋唔应该用任何区别去划分。所以日本追求紧性别平等校服，法禁就系一样唔公平嘅嘢。而家社会大环境就系公平。
公平，追求緊公平，追求緊平等，但有方反其道而行。你同我講話要將唔同嘅標準放喺唔同人身上，要施加喺其他人身上，但呢件事根本唔合理。一副台上都講嘅話，三千幾至六千幾有性別焦慮嘅學生，冇法咁有。冇法禁冇问题，有法禁就有情绪问题。这个现况我方问了两次，有方都答不到，有方根本没有解释过。但现实的情况下就是 有方呢就说呢太过有方跟我们讲话呢不可以太过标奇立异，但是现实的情况就是呢现实的情况之下是社会之所以有人标奇立异，是因为现实有规限之下不常见，但有方根本没办法解释为什么法禁之下的规定就是不合理，现在电法研发就是错，正如就是有法禁之下都可以做，都可以标奇立异，但是表面上有违反，但根本就是没有人做嘛。做这些行为，穿这些衫，染这些发色的人自己都会知道自己会受不同的眼光对待，就是因为社会的现况，但正正就是因为社会会挑战，所以有方你要论证你所说的这些夸张例子，这些标奇立异的例子到底有多少呢？多谢各位。正方第二副辩发言时间为三分零九秒，无超时，无需扣分。有一轮到反方第二副辩，你有三分钟的时间，准备好请讲可以。请问是否上文听得清不清楚？听得清楚。可以。丁。在各位大家好，听完有方台二副的发言，不难发现是几大谬误的。第一，有方台跟我们说话，有方台的一副跟我们说话，社会上面未能接受不等于不合时宜。但问题是有方自己主辩定义的出来，就是说时宜是指当时的需要和趋势。所以究竟时宜是不是大众接不接受呢？而大众的想法又加上趋势呢？有方台很矛盾的。而再者的是，有方一副跟我们说话，原来启思慢慢取消法禁了。但这个又是不是社会主流上的趋势呢？那不是单单用几家学校的例子都可以说整个社会的主流趋势都是一模一样，更加不可以说这个是等于大众的接受嘛。因此有方台呢今天呢在这个位置上面讲不过去了。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点，有方台呢很矛盾的。第一，有方台呢台上的时候跟我们讲话，其实呢校规呢它是有合理性的，因为学校不给我们吸烟的话，其实它是有一定的 合理性在这里。但问题是有方二副跟我们讲些什么呢？他说原来自己学校的校服颜色有少少问题，他说学校都不能够解释清楚究竟为什么要有一个合理性在这里，甚至乎学校自己都不能够解释究竟为什么要有这些限制在这里。所以其实究竟有方台的立场底下，究竟校规是有没有合理性呢？有方台呢从来都交代得很不清楚，因此有方台很矛盾的。再第三点，有方台跟我们讲话其实呢学生呢要对自己的头发有控制权。有方台呢举出了话原来即主辩的时候呢他举出了话原来呢老师呢他可以电化染发等等，但问题是学生又不能够做同样的事。但问题在于跟身份是不是一样呢？有方台其实老师他自己都是在变服回来的时候，有方台不如跟我们论证，其实是应该间间学校都可以不需要有任何的校服，其实是间间学校都可以给各位同学想着什么就着什么呢？因此有方台今天很难讲不过去的，甚至乎有方台甚至乎我分一副问你啦，学校唔俾学生化妆啊，以及由咧要求佢哋着校服，其实都系限制紧佢自由啊，都系限制紧佢哋自己嘅控制权噶。咁系咪通通都要取消咧？有方台咧就系同我哋讲话自己学校都有同样嘅问题，所以其实先唔讲咧有方台矛盾啦。而再嚟讲嘅系咧，其实有方台今日标准好模糊咯，佢觉得法禁不合时，但系其他嘅校规同仪容有关。有方台咧又就系同我哋讲，其实佢都冇咩合理性啊，不如又取消埋佢啦。咁其实系咪有方台都可以觉得呢一啲嘢咧系唔重要咧？因此有方台不如贴嘅位置咧，同大家交代得清楚啲啦。究竟系咪有方台到底咧都系认就系而家做到好似黄伟文咁样翻学就唔应该，但系咧疏到好似咧黄耀爱咁样，有方台又觉得可以，而究竟咧校规定唔定合唔合时，究竟嘅标准在于边度咧？有方成日站于道德高地指责我方，话法禁咧会令到自己冇控制权，又有性别焦虑啊！但有方究竟知唔知道社会上面主流嘅价值观或者既定印象系啲乜嘢咧？中学生未成熟，应该要将重心放喺重要嘅学业上面，而唔系浪费时间同心力喺啲无谓嘢上面咯。大家試想象一下，你個學生啊，五顏六色又唔梳頭一餅嘢，幾咁平鬆？呢個情況底下，你嘅第一個想法係啲乜嘢咧？而呢一個異樣嘅感覺，正正就係社會上面知道佢哋應該要保守簡單形象。多謝各位。
反方第二副辩发言时间为三分十秒，冇超时，无需扣分。而家进入台下发问嘅环节，先由正方台下派出一位辩员向反方台上提问，正方无权指定回答者，反方可以自由派出台上嘅辩员回应。台下发问时间一分钟，台上准备一分钟，回答一分钟。所有时间结束前十五秒会有一丁嘅提示，之后由反方派出辩员提问，发言时间同上。而家先请正方派出一位辩员作第一条嘅台下发问。你有一分钟嘅时间，准备好请讲可以。是吗？好大回音喺嗰边。是吗？是吗？而家清楚。准备好。叮。在座各位大家好，有方主辩讲到二副啊发音合时，是因为主流意见嘛，但足足三个位置啦，有方一个实际数字都冇。相反，林同学提出取消发音，明显是获得社会大众支持，定是有方要反证啲支持是假的呢？而且有方支持發音話是因為不同學開有不同的辦學理念，啱啊，咁所以我方主辯咪講明咯，唔合時宜，唔等同，一定要取消。例如軍校追求嘅係紀律，咁所以會要求全部學生剪超短平頭。有方請直接回應，軍校要求學生剪超短平頭，係會解釋因為合時宜，定係會解釋因為軍校追求嘅係紀律同實際需要咧？多謝大家。準備時間一分鐘，定。叮，叮叮，准备时间结束，而家请反方派出一位台上辩员回答。准备好请讲可以，你有一分钟的时间。可以。叮。在各位大家好，今天有方就问我方了，现在主流意见是不是真的觉得是是不是真的觉得需要有发感呢？有方说我没有交出，我方没有交出过实际数字，但其实今天是有方需要论证跟我们说不合理嘛，是觉得如果是真的要废除发感的时候，不如有方直接跟我们说了，究竟全香港现在有多少人觉得应该要取消发感，觉得不需要学生有发言上的任何限制。所以今天如果有方给不出的时候，我们就正正是要看社会的风气，普遍人对于发感有什么感受咯。而再来看看有方第二个问题呢，就问我方了，原来军校呢现在今天呢要要求的住军校的人要剪个超短的头发，那是不是合理呢？我方不明白，什么合理呢？今天就是原来军校讲的就是要有纪律性嘛，那所以他就剪一个超短的头发，那就正正就可以确保他的纪律性咯。多谢各位。而家有请反方派出一位辩员作第一条的台下发问。是咪是咪，请问听得清不清楚？听得清楚，你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好请讲可以。可以。叮。在座各位大家好，有方同学话咧，发禁系标签学生，损害学生自由，非常不公平。话大人都有选择的自由，所以要公平对待班学生。看到原来成年人上班是可以化妆、擦指甲油、戴首饰等等。一次我方问有方了，是不是所有校规都要取消了，给学生自由呢？有方同学答不是，因为其他是合理的校规，
因此不如友方你同我解釋啦，點解法禁喺你眼中就係唔合理，但係相反唔俾擦指甲油、唔俾化妝喺你眼中就係一個合理嘅校規咧？多謝各位。準備時間一分鐘，而家開始。叮。叮，叮叮，準備時間結束，而家有請正方派出一位台上辯員回答。是咪是咪？听得清楚。可以。叮。今日有方同学咧，同我哋讲话搽指甲油、化妆，但系睇翻辩题啊，事实系讲紧发禁啊嘛。你今日同我讲翻指甲油嘅时候，我再问翻你，究竟发禁系咪真系合理咧？再，台上已经问咗你啦，点解男仔唔可以长头发啊？点解女仔一定要扎辫啊？其实有方咧，你到而家咧都冇答过我啊，甚至有拉到我咧去啲咩搽指甲油啊、化妆嘅时候，你自己又解释唔到发禁点解唔合理嘅时候，点解仲系合时宜咧？再者，今日合时宜系指。是指香港追求的是平等公平，而并不是多人认为是不需要废除法禁就不需要的了嘛。现在是因为公平的原因，所以我们才认为是不合时宜的嘛。你要搞清楚，不合时宜并非是以人数去计算，而是我们思想的概念。多谢各位。而家又请正方派出一位辩员作第二条嘅台下发问，你一分钟嘅时间准备好，请讲可以。可以。叮。其实各位，今日有方已经应晒，有成9000多个性别焦虑嘅学生系有情绪问题，有人甚至有自杀嘅念头。但系咪有方口中只系作联系，唔作论证啊？而举个简单嘅例子，喺评判求学嘅年代，要求头寸头嘅发型，放风嚟今日可以留长发，可以剪发，但系咪发禁不适合事宜？有方又点样论证到今日学生冇以前翻学平头放学去机铺嘅学生咁朴素呢？而播到书院上年女仔可以剪发，男仔唔可以，今年男女都可以剪发。请问有方你嘅逻辑下，剪发系咪就唔朴素呢？咁你系咪只适用于上年，唔适用于今年呢？系咪只适用于男仔，又唔适用于女仔呢？你解释唔到嘅话，学校又点样可以为学生去解释呢？多谢各位。但方也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叮。叮。叮叮，
準備時間結束，請反方派出一位台上辯員作回答。你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好請講可以。這位是嗎？聽到。可以。叮。在各位大家好，有方台問我們演化是否不撲數，所以其實我想問，所以想問大家的是，當個個學生都染到個頭紅色、綠色、彩虹色，是否都叫做是撲數呢？甚至乎成身千滿紋身貼紙、左青龍右白虎，其實是否都可以算是撲數呢？因為在有方台的價值觀，有方就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面，他就覺得、其實這樣都可以是很撲數，但問題是在於社會大眾是否這樣認為嘛。所以有方台就跟我們 說喂，其實不是看人數的，而是看趨勢。所以問題的是不是就是在於究竟不看人數但又要看趨勢的一個標準是在哪裡來，或者是哪裡可以概括得到，因為其實有方台今天很模糊，他自己所說的、自己所定的立場、自己所定的標準、自己所定的定義底下，其實有方台都難以論證自己的辯題。因此可以見到的是，有方台今天問我們的演化算不算不破數的時候，其實有方台是要直接解答的是學生應不應該叮叮發言時間結束。而家有請反方派出一位台下辯員作第二條的台下發問。試麥試麥，聽得清楚，準備好請講可以。可以。叮。在座各位大家好，有方邏輯是一條法禁不合時宜，就等於實施法禁都不合時宜。但正如一條校規不合理改了，不等於所有校規都不合時宜。有方強調男仔可以留長頭髮，我方同意這一點可以修改，但為何修改一點就等於實施其他法禁都不合時呢？因此用有方和的例子，老師穿衫依然不可以太暴露，髮型不可以太誇張，因此結論是社會對於不同人依然有不同期望的時候。所以有方，你今天是想得太理想，認為取消法禁社會會接受到，但去到最後，若然現在的學生染了七彩顏色的頭上學，社會會讚你時尚，定認為你影響校風呢？因此若然社會都接受不到的時候，為何是合時宜呢？多謝各位。正方也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叮。叮。叮叮，準備時間結束。也有請正方派出一位台上辯員回答。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好請講可以。死啦！請問聽唔聽得清楚？聽得清楚。準備好。叮。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所以有方咧，淨係同我哋講咧，會有人咧，我哋會認為咧，一啲染曬七彩顏色嘅頭髮啊，甚至係社會咧唔接受。但到底問題喺邊度咧？所以今日有方咧答台上嘅時候咧，同我哋講哦，佢哋會七彩顏色，會有左青龍右白虎嘅情況。但係到底你所講呢啲嘅情況又有幾多咧？你嘅普遍性有幾大咧？所以正如我方二副所講，到底現時咧現實社會咧，其實都好多事情咧係冇規限嘅情況下，到底係有幾多？都會有這種
極端的情況出現呢？所以今天有方說呢，會有人標旗立義，會有人歧視，所以我們正正呢就是要教導這些會標旗立義的人跟他說這樣是不對，因為有方解釋不到的合理性是為什麼演法就是錯，為什麼男仔呢，甚至有方今天立場退跟我們說呢，原來呢他都認同男仔是應該可以染留長頭髮的，但所以呢慢慢改哦，所以就有方都認為現在呢其實髮禁逐漸不合時宜，甚至現行的法例現行的正正發言時間結束。好，現在是結辯的環節，雙方結辯會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現在開始。定叮，准备时间结束。现在先请反方的主辩，反方的结辩作结。你有四分钟的时间，准备好请讲可以。試麥，請問聽得清唔清楚？聽得清楚。可以。叮。在各位大家好，規矩之所以會出現，佢希望我哋能夠遵守社會嘅某啲價值。因此，不論規矩係約定俗成定係真實存在嘅白紙黑字，背後代表嘅都係社會嘅主流價值。但隨住社會進步，我哋咧可能會開始質疑社會上嘅唔同規矩，希望咧向開放自由嘅方向邁進。但若然社會根本未達成共識，就不應該斷言不合時宜，亦不應該廢除規則。因此今時今日社會上開始質疑法禁的聲音，但然而對於法禁的背後價值，社會是否已經完全摒棄達成共識，甚至要廢除法禁呢？你見面的位置吳能範有方犯了以下的幾個錯誤。第一，有方標準很模糊的，其實今天有方主辯說不合時宜是看社會趨勢和需要，但今天我方講緊嘅咪就係原來根本社會的共識是未達成，所以有方顧辯就退到話其實未達成共識是很難的，所以我哋要看的是未來的趨勢，所以有方都知道社會共識是未達成的，而立場都已經退到變成本身要看而家的趨勢，睇到睇未來的趨勢啦。我哋再睇有方咧講未來趨勢，即係追求進步、追求普世價值觀等等咧，係咪就代表法禁今日不合時宜？首先有方話，但係今日我哋講緊咧，呢啲普世價值都要睇翻社會主流嘅聲音，睇呢啲普世價值係咪真係適用於香港社會噶嘛？今日見到學生染頭髮，我哋依然會覺得佢係咪學壞咗，覺得佢咧係好奇怪嘅時候，呢個咪就係社會共識未達成嘅現實咯。所以有方台下都承認噶，要睇社會概念，但今日思想就係覺得染髮奇怪。所以我哋有方自己論證唔到，全場淨係一味問我方究竟染髮電髮有咩問題？但正如主辯所講，其實唔同校長、老師以至社會各界都希望學生要崇拓。講緊問題咧，咪就係而家嘅社會共識係要學生簡單樸素、染髮脫髮等等，就係有違社會嘅主流價值觀咯。有方又質疑我方樸素嘅定義究竟係乜嘢？問咧點解電髮就係唔樸素？但其實有方成台下都承認咗咯，咪就係紋身啊、染銀佬、左分銀右白虎咁樣係好極端嘅例子。問方普遍就有幾多？但今日有方所講呢一啲可能啟示等等佢消除咗髮禁嘅例子嘅普遍性又有幾多咧？有方解釋唔到，所以有方咧唔可以咁理想咧睇社會要進步咯，要睇翻社會真實嘅情況係咪真係不合時宜？
所以最后我们讨论了这么久法禁存在的定义，我不妨回归基本部思考法禁背后的规则的意义。其实呢，生活在社会上面规矩未必是白纸黑字这样写出来，但大家会下意识地约定俗成的标准生活的。好似社会认为学习学校是学习的地方，所以我们会要求学生着校服仪容整洁。社会认为丧礼是严肃悲伤的场合，所以我们会不会着鲜艳颜色的衫以示尊重。一国之首代表的是整个国家，所以他们会着到整整齐齐正装出席露面。所以一直以来，对于这一班即将步入社会的青少年，大家尝试会以规矩去教识他们在适合的时间去做适当的事，会期望他们在学生时期恪守纪律，简单淳朴。有方呢，今天希望社会变得更加开放，变得更加自由，我方很明白，但是规矩是会真的会随着社会进步改变，但今时今日社会的想法仍然未转变，约定俗成的标准仍然是被认同，大家依然会觉得电头发不是学生应有的表现的时候，社会的共识根本未接受学生没有法禁。而若然终有一天时代转变，社会达成共识，真的做到有方所说的开放，大家认为真正接受学生是可以没有法定上的限制的时候，这个才是改变的时机。多谢各位。反方结辩的发言时间为3分50秒，无超时，无需扣分。现在由正方的结辩作结，你有4分钟的时间，准备好请讲可以。是咪？听得清楚。准备好。叮。仲有大家好，今日有方嚟你同我讲话当时嘅趋势，我而家就同你讲紧而今香港嘅趋势。而家就正正就系而家所有大部分嘅人都解释唔到俾林同学听，点解佢唔可以留长头发？如果今日有方嚟你解释俾我听嘅话，如果你今日有方嚟你所讲嘅解释咧，其实咧都连咧一啲评议会咧，佢哋咧都冇解释到嘅时候，有方又点会系一个正当嘅理由咧？再者啦，林同学咧获得嘅支持咧，今日有方视而不见噶，所以今日有方咧觉得呢个未达成共识，但系正正就见到好多人支持林同学。再俾多个例子，有方。同学天水围巡到伟利中学黄永熙，因为校方要他剪晒啲头发啦，导致咧佢部分嘅学课堂咧会要改为呢个医疗室喺医疗室度上网课，禁止佢参与体育课，呢啲咪正正剥削咗佢嘅权利咯。再者啦，佢仲失去埋翻学嘅动力，曾经咧仲萌生过自杀嘅念头。而今日咧，我方台上咧亦都有举出实际数字同友方讲咧，有9000几个学生咧根本就系有呢一个嘅性别认同嘅问题。所以今日有方你系咪唔理会呢啲学生咧？再者啦，今日有方连见到咧就系呢啲学生会造成一啲嘅情绪问题啊，或者系萌生啲自杀嘅念头啦。今日有方你设立法禁咪正正剥削紧佢哋嘅权利咯。再者啦，今日有方咧，你只系反对紧校规系错，你系冇反对过现今香港系唔应该实行法禁噶。现今香港趋势正正就系因为冇明确解释，解释唔到俾佢听，点解佢做错嘅时候就应该系不合时宜。所以今日有方根本冇论证过系合时宜，只系不断讲话系校规嘅错。今日有方前场一直就会提到啦，冇法禁咧就会等于唔破数。但我想反问有方一句，咩叫破数咧？上一代人。就算上一代人点睇，上一代人觉得是正确，套落翻现今21世纪根本就不合时宜。所以今日有科学咧讲话会影响校风啊，会其实好少。其实今日有科学觉得咧会冇达成共识，正正是因为少人做嘛。我方而家见到，如果呢个香港唔止一个林同学，有科学今日你仲会唔会觉得佢是奇怪，觉得佢是反叛呢？清朝有留发不留头的法禁，你到2022年有学校叫学生留发不留校，这个又是不是合理呢？再看今天有方犯了两大错误，第一不回应。其实我方前场一直问有方为什么发圈的颜色呢是要指定某个颜色，其他颜色就是不破数呢？为什么在某个温度以上就不可以穿冷衫呢？这种种问题有方到前场到现在都没有解释过。再看连教联会副主席邓飞是被主持人问到，如果男仔留长头发，头发护理比女仔更加整洁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接受，邓飞就直指啦，不需要讨论，犯法咯，校规是这样规定。更加表示男性因为大汗和女仔生存差异，自然就会有差别待遇。以上的回应根本就没有回应到问题的所在，只是将责任摆在校规上，所以根本现在就是解释不到给学生听的时候，
就是不合时宜，第二不重视。试问有科一句，有没想过为什么其他学校的洋服式可以无规限，但自己又被迫眉上刘海，又要被迫全部扎晒头发呢？但当又面对质疑问老师的时候，老师又给不到明确答案呢？所以今天有科全场无反正，为什么在没做错的时候要被人惩罚，要被人甩？我只是维护我自己的个人权限权限，为什么要被校方去责骂呢？再者，看回有一套的教育，有一套以教育为主题的韩剧叫《黑狗》，有一集女主角在对着上司说话，当越来越多学生在某一件事上挑战学校，往往是因为错的是学校，错的是学校，而对的是学生，不合时宜，因为规矩是死的，但时代是活的，于是老师就根本解释不到旧规矩为什么适用于在新的时代观念。另外提回燕芳，撇除国际学校无校规的兆基创意书院，又看回主流学校里面的校规，不外乎都会写上不准标旗立意等来规限学生的仪容服饰，但是呢这些仪容的规定为什么会这样定，从何而来，是不是合时宜，这件事其实大家都很缺乏思考。清朝会有法禁，但是随着时代朝代的改变，现代男性是不是都要剃头呢？容许学生自由表达自己，自己控制头发的长度，学校共融舒服，性别友善，才是现今理想的学习方法。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再标旗立意，不要再以有规矩就是规矩去判定每个学生。多谢各位。正方结辩发言时间为4分11秒，无超时，无需扣分。太太评判，最佳辩论员需要额外评分，请先选出三位的辩论最佳的辩论员，然后呢最佳的那一位给三分，次佳的位给两分，剩下的那一位给一分。今天的比赛告一段落，请大家稍等一下。我们现在先请汇知中学辩论队负责老师李正权老师为我们讲一些评语。是请问大家听不听到？听得清楚。是啊，那我很快地去给一些的我自己 又不要说什么评语啦，是一些看场比赛一些的感觉啦。我觉得正方就。我自己覺得正方是很好像很保守的，即其實今天照計正方應該站在一個很站得很前的站得很前的位置，但是在個感覺上面就覺得很保守，因為我總之即因為你一直說這個法禁呢道德上面又沒有理據啦，跟又不公平啦等等，但是呢即其實有即如果是站在一個這樣的立場呢，我就覺得不如是即係去盡啲啦，咁咁例如你即係如果係咁樣嘅話，人哋問你咩茶絲甲油啊，老啊即係化妝啊咁樣，咁你都可以用翻同一個標準，你咪直接講咯，冇問題㗎。咁係咯，咁老師都即係如果你要公平啊嘛，咁老師都化得妝啦，學生化妝冇問題，亦都唔會影響佢讀書啦，亦都唔會影響啲人對佢嗰個嘅即係操行啊，係啦，等即係等等啊咁嗰啲啦。咁同埋即係聽落去嘅時候就即係例如對方去問你話，例如嗰、那個即係話哇咁啲標旗立意啊，即係如果有啲人嘅標旗立意嘅咁樣咁點啊咁樣，咁我又覺得係即係正方又好似好保守，即係我好似聽過一兩次，我唔知係你講嗰個嘅即係我唔知係你講嗰個嘅即係措辭嘅問題啊，定一話係我聽，即係定一話係你真係咁樣，即係我會聽到一啲嘅措辭就係要教育一啲標旗立義嘅人啦。咁但係如果你以你企嗰個立場同埋標準嘅話，係咪根本連即係既然係即係既然你覺得嗰啲係冇問題，咁標旗立義咪標旗立義都冇問題噶。咁直頭唔需要教育佢咯，啊，係倒翻轉頭，即係倒翻轉頭係其他人你。你喜歡將到個頭染到紅綠燈咁樣，咁都冇問題㗎。係即係你對佢有有色眼鏡，就係你有問題，係啦。即係其實係應該教育翻其他嘅人咯，係啦。即係所以好即係一路打落去嘅時候，我聽落去我就覺得好似好好似其實你個立場都好似係即係相當保守啊咁樣。咁又或者有啲嘅即係台下嗰啲問題，即係例如用軍校嚟做例子咁樣。咁其實我仲以為軍校嗰啲例子可能係
係可能係反哦，可能係反方用嘅添咁樣。咁所以聽落去都係有少少嗰個覺得都其實好似企個站方應該要係好進步嘅，但係其實咧即係打落去嘅時候咧，整體感覺都覺得仲係都好保守。咁至於即係反方個至於反方嘅方面啦，咁首先我覺得個標準咧其實就亦都係可以被即係亦都可以係被挑戰嘅，因為只要嗰樣嘢是没有共识是不合时宜，只要没有共识是不合时宜，即是以你的标准没有共识是不合时宜，那那样东西就不是、啊、即那样东西就是合时宜的了。那其实都可以，即其实都可以我想正方另一个就是可以你都可以挑战咯，即例如说那去到即清朝后期的时候那些人都仲是即当西方讲紧民主科学嘅时候，啊，当成个世界潮流都系讲紧嗰个时候，你仲讲紧啲礼法啊，仲系讲紧扎脚啊，诸如此类啊，咁嗰啲仲系嗰啲嘢，咁其实系咁都冇共，即系都冇共识嗰啲嘢系不合时宜嘅，咁系咪就代表嗰啲嘢其实扎下脚其实都系 OK 嘅，都系啊，都好仲系好合时宜嘅咧？呢个系我觉得可以挑战嘅咯，系啦。咁另外就系、是我又係會奇怪，就係、是、有啲就即係去講到個啊，如果即係反方會講好多，哇！如果行咗嘅話會點？如果行咗嘅話咧，你隔離嗰個人咧，可能就染到個頭點點點啊，或者嗰個好多好多唔同情況咁樣。咁我以為咧，正方就即係我以為正方咧係冇去諗呢一個嘅即係可能係冇揾個資料嚟去做，嚟去有辦法充分地回應嘅。咁但係其實咧，就係、是、聽翻一路，例如落到去結辯嘅時候咧，都會見到咧，其實正方係有揾過相關資料，例如正方都知道兆基創意書院佢係直頭係完全已經取消咗，係完全冇法禁嘅。咁但係點解即係但係點解人哋兆基創意書院又唔見有咁樣嘅情況咧？啊，定抑或其實係有嘅咧嚇？咁、啊、呢、這個係啦，咁、但係冇你有揾過嗰啲學校資料，但係喺場比賽人哋不斷喺度講話會行咗會點點點，但係其實又冇好充分嘅例子嘅時候，而你同時你亦都唔揾咗啲資料有例子，但係你又係開講嘅時候講，咁你去到只係去到結辯嘅時候先至一帶一帶咁樣，咁我覺得就正方嗰、那個即係正方，所以我覺得我自己係覺得呢條正方可以企到一個好進步同埋好有氣勢打嘅立場嘅，但係我覺得打到最後其實大家好似就即係差唔多咁樣咯。至於反方嗰方面就係、是、其實個標準用呢、這、一個只要冇共識就唔係不合時宜呢個標準咯，即係呢個辯題成立嘅標準，我覺得係。有得挑戰或者有討論的空間，但是、可以、做得好，即可以 正方都可以挑戰佢，咁係咯，大致上就係咁樣啦。咁希望以上評語幫到大家。好多謝李正權老師為我哋講嘅寶貴評語。而家我哋有請中大粵語辯論隊前隊員何文敏女士為我哋講一啲評語。是听不听到？喂，不好意思啊，因为呢我想抱歉，因为我一阵间嗰个评分需要多少少时间嘅，因为我第一次用呢个 Zoom 啦，咁我就用咗两，我谂住又开手机又开电脑咧，就可以用个手机嚟听，然后用个电脑嚟评分，咁但系原来咧就搞唔掂两样，咁所以我只能够系手写低嗰啲评语，我一阵再填翻落个分子度，所以我需要多少少时间吓，填翻落个分子度，我而家未填晒嘅，咁即系正如啱所讲，我就由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形式去。去講起啦，就係、是我第一次參與呢個 Zoom 咁去睇嗰、那個辯論比賽嘅。咁我亦都我點解話一開始我諗住用兩部機咧，就是、因為我好想睇下同學嗰個表現啊，即係佢個眼神啊、視線啊、聲線啊咁樣。即、就、係、是、我唔想開咗嗰、那個淨係睇到個評分紙，或者係淨係睇到一樣。咁當我唔可以兼顧兩樣嘅時候，我寧願犧牲咗個評分紙先，我睇咗同學先。咁我又發覺咧我自己有個問題，我自己玩 selfie 或者朋友玩 selfie 咧，我成日都望錯鏡頭，我唔知道鏡頭邊影出嚟咧就好怪，大家望住呢度，然後得我一個唔知望咗邊度咁樣眼神飄忽。我覺得今次都有個咁嘅問題嘅，即好似好都多數嘅同學，你哋係咪唔知道你哋都望住個 cam 嗰個 camera 個鏡頭喺邊咧？即有時候有啲人就
望咗上面，有啲人望咗右边。咁同埋咧，其实我觉得你哋讲得好顺畅，多数即系今次都系好多女孩子啦，咁多数佢哋讲得好快好顺畅。咁即使你哋有晒嗰啲 Q 卡，咁你喺个镜头面前，其实我睇到你哋系照住 Q 卡读咁样，但系我觉得以你哋嘅顺畅程度咧，你系如果真系淨是讀呢是不可能讀得那麼順的，根本上我覺得你們全部都有潛質是可以看少一點 Q 卡，看多一些鏡頭的，但可能大家就、受這個 Zoom 的這個形式影響呢，就覺得、啊、都不在現場了，我又不知道你的評判在哪裡，我就望多一些 Q 卡，可能是這種，即我想提提大家，因為我經常覺得這個 Zoom 其實都是暫時的，始終大家以後即用这个辩论的模式出去呢，其实你都是 要有多些眼神接触的。即使以后是 Zoom， 其实很多时候 Zoom 的嘉宾你懂不懂得，那个 speaker 懂不懂望住个镜头跟大家讲嘢，透过镜头跟大家讲嘢呢都重要的。所以我希望你们即其实是全部都有潜质可以看少一些稿，因为顺得那么交关，你自己 看稿望那个那样东西，我觉得只是一个心理的习惯的，可以改的。那我觉得这个可以改善。咁 technical 嗰邊我係呢、這個、建議啦。咁內容嗰度咧，我都同意啱啱嗰個李正權先生佢啲評語就係、是，即係好似好保守。即係其實咧，我就反而感覺上聽成場咧就有啲似，即係好似兩個世代喺度對話。咁但係嗰種對話係有啲拗叫鬥氣成分，而唔係一種好辯論啊！辯論係真係你大家深入諗一啲嘢，一啲個社會嘅現象，或者一啲嘅理念，或者今次其實我覺得佢個標題冇講，但其實係同教育理念都有關，即係大家會唔會揾一啲教育嘅理念啊，一啲理論啊出嚟，即係講得深入啲，而就唔係話好似一邊咧就一個後生仔喺度拗。你講啊，我都講，假如都俾我聽，我唔明點解要咁做，我做咩要跟，我做咩要跟咁，然後另一邊就苦口婆心啊，係社會係咁噶，你唔跟你蝕底啊仔啊女咁樣，即係感覺係咁樣，而唔係話可以再深一層。咁你嗰個辯題，香港而家即係實施法禁不合時宜，時宜係即係咩咧？即係正如啱啱阿李生佢都講，即係好似就係、是、大家好似講到，喂係咪有共識？係咪有共識？冇共識，或者大家個社會？行出嚟三姑六婆或者是一些、中年人或者社會一些、成功的人士，他們接受還是不接受的那樣東西，或者社會上大多數接受還是不接受的那樣東西，是不是叫做事宜呢？這個 debatable 的，那如果其中一方是這樣說，對方是不是就可以拿出來、就是、攻擊他、啊、你真的不夠進步、啊、或者你不夠教學生獨立思考、啊、這樣，即我覺得這些是可以跳深一層，就不是說、就是、我們就停留在你看看你走出街邊個話你靚啊，或者係點樣唔靚啊？你解唔到點樣唔靚咁樣，即係嗰種，我覺得就有少少流於即係得一個層次嘅。我希望係可以，即係譬如你如果真係呢個辯題係其實係可以去到講深少少獨立思考，你點樣去教啲學生獨立思考咧？同埋 versus 你即係反方都唔係冇嘢講嘅，即係你啱講嗰啲話，喂社會接受唔到，其實你可以即係唔使講到好似。我嗰样嘢望落好令嗰啲人唔舒服，而系话个社会现实就系咁。你喺学校学嘅咩咧？除咗系学知识，仲学紧点样去同呢个社会接轨。就算你想反叛，你想改革，你都首先要知道咗呢个社会嘅约定俗成系点，然后我哋再教学生独立思考，再教佢。你在知道了解这个社会是有这些限制，即是譬如说你学校如果给你争取到你可以五颜六色这样，然后你去建工，即是其中一个我记得反方都有讲啦，那你建工你翻工你是不是可以呢，你是不是可以跟老细讲话你都解不到给我听我为什么要穿制服坐在个 counter 服侍大家，而你可以穿便服或者西装坐在那么我就反你了，即是这个反方可以讲多少少，就是一个獨立思考同埋 versus 社會現實嘅嗰個教育，咁同埋係咪就係、是、即係當然你大家都有嘢講嘅，即係如果你正方可以預期你反方會講一啲社會現實嘅嘢，咁你可能正方就再學李生講啦，你進步啲點樣去推動呢個社會進步？我哋其實要學教導學生係
在有理有据之下去挑战一些既定熟成的东西，才可以推到社会进步。如果你将那个是不是要取消法禁或者论证法禁是不是不合时宜，推到去说这件事在教育意义上是可以令到社会进步，而不是纯粹说那我们的学生就很自由了，那他就可以有自由选择，这件事是不是不好，但如果你可以推进多少少，就是说那件事跟个社会进步有关的，即社会各方面的文明啊、科技进步，其实是靠大家去挑战一些既定熟成的东西。那我觉得即去去深少少咧，就好过成日就喺度话啊，你都解唔到俾我听，你解唔到俾我听，后生嘅就可以唔听你噶啦咁样。咁我觉得呢啲系可以扮，即系大家企高一线嘅。我成日觉得即系扮嘅啫。咁就我都其实我一开始我觉得辩论技巧嗰方面啱系讲，即系啊，大家系咪谂多少少一啲内容？辩论技巧度咧，我一开始就觉得啊，正方嘅主辩都几聪明喎。即是我觉得他一定要在战场那里一开始就讲话，嗱，我们今天不是讲要取消，不是讲利弊，我说的是合不合时宜而已。那我觉得他是即很清楚告诉大家，总之你不要要求我做多些事，我就要做那样东西而已。那不是说不行的。那我觉得，但是如果正方这样讲，我自己又觉得你有时反方可能要早一点去 pick up 到这样东西。即是你知道对方就是限死了战场，缩小了。咁你就似乎成場即係反方都跟咗佢去限縮細咗個戰場。咁我唔係話啊，唔係你反方要講到我哋今日係要講到要取消，要正方論證利弊。但你至少可能攞嚟即係笑一笑佢咋。其實你正方你係咪都知道呢樣嘢根本就會論證唔到係利多於弊，根本亦都唔應該取消。所以你話你今日嘅責任係要論證到取消咧，因為咁其實喺側面證明咗，其實呢啲法禁嘅存在其實都是有合理性的，然後你再即係你講多少，即係你要指出俾大家睇，嗱，佢縮細咗，佢窒啦咁樣。咁呢個我覺得可以攞出嚟講嘅。咁我亦都認同啊，即係起初我覺得啊，正方呢個即係 set 個戰場幾聰明。咁但係我亦都認同啊李生講就是，咦，去到後期有少少奇怪。咁我都聽到有啲 mix up， 即係佢一時咧，好似正方台下就話啊，你唔好同我講校規，嗱，我依家講法禁，校規就有合理性咁。咁但係正方有啲台上講到後面咧，又講話嗱，校規都其實唔啱㗎，點解你咁凍咧？你又攞啲冷衫唔俾啲學生着冷衫，定點點點咁？咁我嗰時已經喺度有啲混亂啦。咦，死啦！而家即係點啊？即係正方到底你係想？扔埋校規嚟講，定唔想扔埋校規嚟講咧？即係我都聽聽下有啲混亂。即係我覺得，如果你正方係想縮細個戰場咧，你就要好小心，令到自己前後係要 consistent， 即係要 sorry 冇要令到自己條 line 無論台上台下都要一致。你唔好講翻啦，我唔同你講校規，因為校規咧就應該存在有一定合理性。咁你轉個頭，你自己又有一個去攻擊校規咁，咁一唔係你就覺得咧。其实所有的这些加诸于学生身上的规则，包括法禁，法禁是现在特别明显的，因为那个即可能头发在令到一些性别认同学生是特别焦虑，即我不知道，即你可以讲到为什么我们特别 讲这件事，其他不论，其实就算那些都是有问题的，不过我们最后讲 那你就会合理一点，即你不要前面就说校规就有合理性，然后其他又怎样，即你一定辩论就是要你的逻辑清晰，你不要令到自己有自相矛盾的地方，而这件事其实反方后面都有执到出来的，那你被人执到你就失分，人家得分的了。那我大概是讲这些。好，多谢何女士说你讲的宝贵评语。那最后就会是我啦，那我就跟大家尽快讲一讲啦，我想大家都很心急想知结果的。咁正方咧，先講正方啦。咁我相信其實一開始度條咁嘅 line 都好清楚，其實你覺得自己唔好打啦，咁所以度一個不合時宜好啲嘅定義，咁樣諗住自己打舒服啲啦。但其實後面你哋都冇乜點跟到你呢個定義，冇發揮到你呢個定義最強嘅地方，就係你根本就唔想同佢討論咩共識唔共識噶嘛，就係。好，我知冇共識，唔做咁咪唔做住咯，我冇話要即刻做啊。但去到後面就會開始差，即係你原本你用呢條 line 係為咗食佢呢個 point 啦，但去到後面你就食好啦，就純粹留於一個挑戰，就係係咪冇共識就唔做咧？咁雖然呢一個都冇錯，我都認同係咪冇共識就唔做咧？但本身條 line
就已經是去到一個地步，你不需要處理這個問題的嘛。就是你本身的設計，就是我不想應對這麼麻煩的事，我都很清楚在香港的社會沒有共識，在香港的社會甚至你覺得主流意見是嚴到五顏六色，那怎會是樸素，怎會是真的學生來的，你都有這種想法，所以你才會覺得啊，我要 set 條這樣的 line 嘛。但去到後面你們就會開始甩了，究竟你們是不是都真的想推行呢？因為你會說是不是沒共識就不做啊，之後你們的說法就會好像去到其實我都是想做，我覺得都可以做，不過你們的說法是沒有共識都可以做，但本身你們的目標是我不討論做不做啊嘛。所以落了這個位置的時候就落了去反方一個強的地方，就是他很想跟你說做不做，因為在正反方可能你自己準備的時候都覺得其實哪有可能這麼快可以做到這麼前衛的事。所以之后去到后面挑战的时候呢，就会不是很 follow 到究竟你们究竟第一想做定不做啊，第二是你究竟觉得校规是什么东西咯，即是本身对于你来说你们是一个挑战校规，去挑战究竟你校规就一直定了下来的了，那究竟是不是存在就代表它 make sense， 就代表它真的可以符合价值咁嘅咧，但系到后面就你哋就会开始承认咗校规存在嘅必要啦。咁呢样嘢冇问题嘅，但系个问题就在于你哋一开始嘅取态同你后面嘅讲法咧就有少少出入啦。咁所以对于正方嚟讲，我觉得最大嘅问题在于你哋冇攞到你哋自己设立主线定落嚟嘅优势，而落咗去反方嘅陷阱嗰度。咁而对于反方嚟讲咧，我觉得今天反方的主线都很正路啦，因为今天提拔讲法禁嘛，要求他全清都很合理的。我觉得的是你们本身都不打算打性别的那一部分，本身都想着是啊，性别那一部分就给你赢咯，是你赢完性别的那一部分我都赢法禁解嘛。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如早点讲清讲错去啦，你不用这么担心，因为其实本身你都 set 得这条线都很清楚，我就算输了性别这个战场，我都是赢 overall 法禁这个战场，所以我不 care 你嘛。那你一开始你见今天正方是这样问你这一样东西，你们是这样不直接很回应这样，你会不断地强调除了性别还有其他法禁，但是其实你自己跟他说是啊，那部分有问题，好像台下回答，即是回答那里直接开始说没错有问题我即改，那其实已经搞定了这个战场，就不用拖那么久给他拿分拿那么多。而且今天我觉得反方在台下发问和附辩都会有讲到一件事，就是今天是正方要证明不合时宜啦，但是我觉得在很多时候你们自己提出社会共识的这件事，你们不可以将个波全部射晒给人，因为是你们提出说社会没有共识嘛，那你都要告诉我听你见到的社会共识是什么，又或者你凭什么觉得社会没有共识，因为其实大家都会有一个思维误区，就是所有的论证站都是正方那里。没错 ,overall 他要正立这条辩题，但是你们提出的一些论点你们没有理由要求正方提出反对你这个论点的论据的嘛。那你作为一个挑战没问题，作为策略上面 OK， 那但是当你不断强调重提这样的时候，我就会在想其实你们是不是都没有一点提供这一方面的资料和证据，那在这里就会失一些分咯。咁呢个就是我对于双方喺条主线上面同埋今日赛事策略上面一啲评语。咁至于赛果方面，咁可能大家都仲要稍开一下。
好，今日的赛果呢就已经在我手上了，现在由我宣布赛果。首先是最佳辩论员的奖项，今日的最佳辩论员是反方一副王义礼同学。至于今日的赛果，正方得票零，反方得票三。换句话说，今日胜出比赛的是反方保血会上智英文书院。